中华玉山厦门真宗教会2023年新春元宵伫花坛宗教区厦门山扩大举办千人新春团拜科仪，希望伫咧这全球环境无稳定的当中，会当透过年轻家姐来互相祈福。另外，现场同步举办以偶像的家庭祈福为主的亲子彩绘钩仔钉比赛，甲大型亲子玩游会，让学童对活动当中培养好的品德，甲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学习感恩惜福。现场活动时刻满了参加的小朋友和家长，因拢是要来参加由中华玉山厦门金钟教会伫花坛厦门山所举办的彩绘瓜顶比赛和亲子玩游会。厦门金钟奖宏观性地军，这年以来除了关怀印度众生以外，嘛特别投入伫学术、教育、资深三方面。即个特别将新春元宵节融合成三合一的大型活动。结合新春团拜、彩绘瓜顶、亲子玩游会，邀请到1500位以上乡亲到场来参加，让爸爸妈妈会当甲小朋友共度一个快乐的元宵节。妹妹，你画什么？我画了一个。今天画是什么？我画地球。画什么？地球。那灯笼你知道吗？你在这画灯笼吗？啊，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想带小朋友来这边画灯笼？我们就想说今年是元宵节，对对对，然后想说来参与这个习俗，对对对，就觉得很有，对对，彩绘灯笼，然后觉得很有趣，对对对。没有不好玩，大家说好玩，好玩。因为我们中华御殿玄门真宗教会，那平常我们就致力于三个面向，就是学术、教育跟公益的部分。那今年因为适逢我们新年的新春期间，那我们在元宵的部分，我们就想举办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新春团拜。那新春团拜我们也动员了大概有至少超过1500的一个人次，内部的服务人员也超过300个人次。那为了就是说希望把我们这样的理念能把它扩大化。那但我们不只说在新春团拜的部分，我们这次的活动是三合一，那我们还有结合亲子彩绘灯笼的一个这个竞赛。那另外我们也特别因为这样的一个佳节，我们举办了这个大型的圆游会，那以响应我们这些来的一个这个贵宾，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好的一个这个佳节，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彼此大家的祝福跟这样的一个互相温暖的问候，那去传达这个社会的一个善意。感谢咱玄门真宗吼，伫咱花坛建设个遮尼啊好个所在，啊，佮兼吼会当讲拢定居位来照顾着咱地方的一个弱势，啊，今仔伫个遮办着一个元宵节彩绘灯笼。爱当吼，大家来遮做伙佚佗，搁兼会当讲彩绘比赛，啊，吼大朋友小朋友拢会当来过一个啊，一个愉快的新春吼。啊，感谢咱的关心地军啊，照顾着咱的地方，啊，吼大家当平安平顺啊，健康吃百里。这届亲子玩游会不只是有各项美食，现场也佫有真侪异地的文化活动，有祈福消灾、荡脚卡、元宵药丁菜、佮五常学堂大考验等等。上特别的是，一个舒服顶的发送，为家己用回锅顶开工。文主席讲，庇佑加持，祈求今年一切顺利，事业兴隆，财源滚滚，合家平安。新竹新闻白冰林花坛彩虹报道。好，另一个第二名。